開始嘅年嘅時候有起有落，好明顯嘅，慢慢慢要將佢全部呢啲落雨落咗嚟，跟住貼埋啦，一定要貼埋啦，你仲有空間對佢攬，攞翻手上啦，我而家貼埋，一隻手係咁，一隻手係咁，佢就係攬手攻擊你啦。就是鹿首的形態，鹿首的形態就是要將它的幾個圈裏面開始的年的時候有起有落，很明顯的起點和落點，但是你記住慢慢慢慢要將它全部這些落點磨掉它，到時你按一下要成細這些就出，它又拍出那個環境推手即係通過呢度，然後先再嗰種感覺，上下左右高低感覺出咗嚟啦。一到你真正碌田嘅時候，捕捉到佢，而且能夠好迅捷咁樣就封死佢菜。而且好似你啲碌，佢呢度係木菇嚟嘅，發搶菌，咁封死完佢，要封死佢菜。而且你都一定要注意嗰種嘢，不封嗱。你好，你迎春就要貼埋打，一定要貼埋啦，貼埋得住。你唔好啊，走單純嗱，咁打到你痛啊，或者打，你仲有空間對啊，攞翻喺手上啊，所以一貼埋。咁你而家慣咗你，因為你整個手型，點解佢迎春會設計呢隻手係咁，一隻手係咁，佢細環收工啲嘢啦。所以佢黐手。手係點樣？一定要將佢清晰咁。